5秒，加油，再来。是你老板，奇怪。我明明跟前台说了分开住，我要了单独的海景房啊。说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说，怎么进来的？四航，你别这么凶了，她就是个小姑娘。你还装？你连虫子都敢吃？对不起，老板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是来这里练习潜水直播的，但是好像误入了你的房间。算了，应该就是一场误会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这就走。小强，你是不是作死呀？你压根就不会潜水，我口头传授你，你就懂了吗？潜水这门学问，你不会潜水啊？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欺骗了你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离岛。我。四号，升旗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你有准备替补的主播吗？老板，那个，你看现在也没有船了，您用您的私人游艇送我，我实在是良心不安。我看他应该也学到了一点皮毛，你跟他一块下潜，深度不要超过10米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小兰，帮我准备2套潜水服。